临近年尾，张继聪嘅工作似乎多到停唔到手啦。唉，呢个时候俾你讲下近期忙紧啲乜嘢啦。呢排都忙啲啊，呢个月因为十八号到啦，大概就出新嘅专辑啦。咁所以会宣传啦。咁另外TVB 嘅一个新剧咧，又会月中开始拍咯。但系最正系我试戏服嘅时候，嗰啲牛仔褛咧系嗰件牛仔褛好正，嗰牛仔褛系后面写住黎明嘅。跟住我就问翻服装姐姐，会唔会系人在边缘或者今生无悔？佢话都应该系噶啦。嗱，讲开拍剧，我又讲下啦。近期你太太谢安琪加盟咗星焕啦，星焕同 TVB 关系几好噶噃，似乎第时拍剧有机会可以一齐拉住上噃。系啊，我觉得几好啊。咁我但系讲真，即系自从我拍剧嗰排咧，试过最劲有差唔多40个钟冇放假啊嘛。咁跟住即系一个礼拜都冇乜点翻屋企咁。咁我着实系，即系我老婆都，如果我觉得如果有好嘅剧本，即系佢应该要试下咯。但系我都真系担心佢唔知挨唔挨，你知佢肺爆过啊嘛。咁但系我觉得即系我但系我觉得几好玩嘅。